吉他手跟大家讲话。啊，跟大家讲讲话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远从屏东，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台东，然后你在台东路上，哦，不建议开车啊，因为台东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就一直想玩。不建议开车这样。没有，他的意思说会停留，给人加载，会容易停留，给人加载比较好。好山好水啊，真的。好的，谢谢谢谢，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他很难得讲话嘞。你知道他本来可以很嗨，可是因为我们阻止他了。对我们把他的台词都讲走了，所以他现在没有话。要不是他的导线很短，他可能在后面跟着跳舞了，这样子。可能都。啊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一样我又需要你们的帮忙了，可以吗？你们今天没有很闲哦，坐在台上没有很闲，就是一直就是要帮忙我们这样。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需要帮忙的桥段，就是这里 OK？ OK 啊 ，OK 的话，这首歌其实不适合坐在位置上听呢，是不是需要站起来一下呢？哦，没关系，不要打到别人就好了。跪下。啊，站起来一下好不好？动一下身体，坐了那么久，站一下。嗯。哦，其实人很多呢。漂亮，那边的朋友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没看到啊哈，那边的。哎呦，这首歌不适合坐下哈。等一下，你们就是看你们随便摆动你们的身体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这首歌《茅草屋》。坐在那里无聊，在那玩手机，突然想做一点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。手里突然出现了几种不一样的乐器，开启了我们乐团人生的这个曲。我们分别。
细节都是一个剧情，写下记录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歌词，旋律总是把拉得好像不止别人歌曲，希望我们做的音乐真的让你们觉得啊哈哦。